资料转置的设定哈，我们希望把简单说栏列交换啦，横的跟直的，来从座号选到这里来，那这档案你可以自己挑哦，到这里来，按复制，对不对？那我放在另外一个工作表了，点起来。那贴的时候注意哦，按右键的时候不能直接贴哦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这边转置贴起来，那就是栏列交换。哦，原来的档案是这样，姓名、国文、数学，那贴完了就变这样，应该说栏列交换的意思，就叫转置。